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宪荣。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8月11号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了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大盘走势的部分。指数的部分很明显，今天仍然持续疲弱之中，开盘小跌15点开出，这个地方上半场都还在平盘附近量缩，在这里来来回回震荡，到了下半场，哇，一度这地方急杀下去，盘中最低杀到17090点，面临17000的保卫战，一度重挫233点。那尾盘稍微靠着台积电全指股的一个拉升收敛跌幅，最后收盘下跌96点，以17227点作收。那重点，今天这样杀盘的过程，这两天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过去这一段期间，大盘不管涨还是跌都好，每天都还是有不少的股票会涨停板哦。可是这两天发现到，尤其上市公司的部分，昨天收盘居然没有股票涨停，今天也只有一档，而且那一档股票叫做2243的鸿旭 KY 这个股价才10块钱出头，涨停板成交量才60几张，换句话说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很明显，为什么涨停板加速大幅度减少？以前股价拉上去都会有隔日冲大户去把它锁涨停啊，现在隔日冲大户你会发现也缩手了，不去锁涨停了。原因就在于现在隔日冲大户也发现韭菜好像割完了啦，就是隔日冲大户通常锁完涨停的目的在哪里？在隔天股价拉高上去，散户会继续追，散户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出货，哇，就可以趁机获利入袋。那现在呢，散户好像不晓得是没有钱了还是不想追了，反正隔日冲大户最近锁完涨停，隔天甚至也没有什么好的卖点，甚至隔日冲这些大户也在赔钱，所以为什么最近连隔日冲大户都在缩手？这是很明显看得到，好像韭菜已经割完没得割的感觉。好，那从类股走势的部分来做观察，你会看到这个盘势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都是一个地方这个走个一涨个一两天马上又走弱，尤其航运股，还记得上个礼拜连续重挫之后，礼拜五一天反弹，又一堆投顾老师告诉大家，底部到了，继续的摸底，继续的强反弹，结果强反弹，哇，又摸底，摸到大白杀了，接下来股价又连三天走低，今天收盘又重挫 3.86%， 而且在盘中像阳明一度又达到跌停，长荣也差一点点就杀到跌停下去。好，那航运股的部分，哇，又开始下杀。那电子股一直有投顾老师告诉大家，成交量比重回升到60%以上，就是这地方重回主流。但我就像我所说的，它是成交比重看似回升，整个成交金额还是在下滑，对不对？资金根本没有回去，所以它还在整理，涨个一两天，尤其上个礼拜很多上涨的 IC 设计股这个记忆体的股票，今天又杀声隆隆了。好，那这种状况，各位投资朋友到底怎么样去掌握赚钱机会呢？好，针对盘势我们待会会有最新的说明。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宪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那还记得昨天8月10号我说过，昨天的盘势量缩整理之下，没有找到符合条件足够胜算获利空间的个股适合操作，我们就休兵一天，我们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去赌博，等看准了目标，我们再来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那今天呢，好，8月11号，好，这是今天最新的会员专属这个会员的指令，每天第一步观察盘势，今天大盘一早9点09分简单的一个分析就已经跟大家来做研判，今天指数会是一个开低震荡弱势盘，而且有可能会收低。好，这从今天的这个开盘的空方量，好，从预估量的结构，从期指的变化看得出来。那当然研判今天大盘会开低震荡弱势盘，有可能会收低，该怎么操作？我想大家知道，今天当然就要采取先卖后买的短空策略了。那我们今天锁定的标的，在做立基型记忆体 IC 设计的金豪科这一档股票，
最近其实蛮多利多，前阵子也听到一些投顾老师在看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公布出来第二季的每股盈余大赚了4.6块，哇，一季就赚4.6块耶，而且年增率高达 362%， 3.6倍耶，业绩这么好，哇，那当然一堆投顾老师都在推荐。可是我强调哦，你看到的财报都已经是过去的数字了，那真正会在未来要去留意的是产业报价的趋势。而产业报价，还记得我前阵子都提醒大家，记忆体的现货价最近持续在疲软，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就会影响接下来第四季整个记忆体的合约价预期会有下滑的可能。那产业趋势已经不对了，技术面也发现到投信最近开始转买为卖，股价也跌落到月线，有转为这个转弱的一个转空的一个结构出现。那今天的早盘呢，股价是震荡走低，反弹站不上早盘均价，均价又持续下弯，这个高也没有过高，董宪荣老师教技术分析的都会知道，今天的金豪科有大户在持续出货的迹象，短线指标也翻黑，出现了转弱讯号之下。所以宪荣老师今天会员朋友锁定这个3006的金豪科采取短空，短空指的就是当冲，我们要先卖后买的策略。那这是今天早上你看9:31就发出的指令，快达当冲标的，我们今天做短空3006的金豪科，短线技术面转弱之下，定价167以上到168元之间先做卖出，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所以你看跟着宪荣老师做当冲，我们不是报一档股票叫你自己市价去追高或市价去杀低，卡出卡班呢都在帮别人抬轿了，不是，我们定的价位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用市价追高杀低。那你说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顶多就今天没赚啊。那今天有没有做到？有啊，我们定价167以上卖出啊，来做先做短空。那到了这个9:31发出的指令，到了9:53，其实到10点多都还有来到最高167.5的价位可以卖。好，那你看到这地方卖了之后呢，各位投资朋友，你看这是9:31发的指令，9:53最高167.5，其实到了10点多的时候都还在这个167.5附近，在这边都还有机会成交，能够卖得到。那今天卖在167元以上，到了这地方10点半过后，哇，开始一路的一个下杀。好，那我们今天也不贪，好，10:56通知大家，早盘167.5短空先卖的金豪科，当时已经跌到162以下，其实已经跌到这个接近160了。那我们用一个大家都可以买得到的一个价位来回补，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162以下的一个价位来做买回。那我也常常提醒我的会员，我们做当冲，如果看对的时候要买回或是要卖出，都可以分批获利入袋。万一看错，记得马上就要跑，这才能够严格控制风险，这一点也记得。那今天这样子你说可以赚多少？假设今天167.5卖出，我们用167来做计算，短空卖完之后杀下去，这地方162以下买回，其实最低还有尾盘杀到跌停，很多会员可能补得更漂亮，那也恭喜。不过我都会用这地方我通知最保守的价位162以下来做计算来看，这样今天至少就是5块钱的价差了啊，5块钱的价差，一张5000，100万，今天大概做个7张左右，你说这样可以加赚多少？一张5000，7张下来，今天一口气就加薪了35000以上，一天哦，不是一个月的一个打工哦，一天，很多人今天就加薪个30000以上，开开心心的放在口袋里来，这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盘中满手赚了就走。有这个盘后又保持空手，明天继续来掌握赚钱机会了。好，当然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都觉得，哎呀，做股票尤其做当冲，其实都嘛是只是在靠运气而已。如果你做股票尤其做当冲你觉得是靠运气的话，我只能说那代表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甚至很多人以为做当冲啊，就是冲进去之后呢，赚个几百块一两千了，哇，就要赶快跑掉啊！看错的时候舍不得出，就嗷嗷在那里，到最后都变大赔，变重伤。那更提醒，如果你做当冲都是这样做，更代表你的方法错误。那真的是做股票只是靠运气吗？其实我一直强调，关键在于方法，因为所谓的运气，
在数学上就是几率嘛，你赚钱的几率高，你当然运气就好；你赚钱的几率低，你就会觉得运气差。但是在股票操作里头的一个几率，我强调其实是来自于我所说的方法的。因为当你方法正确的时候，你会这个方法错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赔钱的几率很大，所以你会觉得啊财运不好。但是当你找到正确方法了，你发现赚钱的几率就会非常这个高，财运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关键不就在于我所说的方法吗？那当你方法正确，又能遵守我所说的当冲赢家的四大要素，第一步资金控管做好，合理操作，量力而为；第二步不要盲目的出手，看准了目标再来精准出击。像昨天盘势量缩小幅震荡，没有好的把握我们就休息，好，在预期报酬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之下才值得出手。最后遵守纪律，严控风险，绝不熬单，能够有正确的方法，再遵守这四大要素下来，你会发现真的不愁没有赚钱机会啊。那宪荣老师做当冲的方法，我也这个地方没有尝试的跟大家讲，我们每天会按照专业 SOP， 第一步观察盘势，决定多空，攻击盘做短多，整理盘我们做短空。第二步1000多档2000档，我们不要贪多，找到最有把握的符合条件的一档，顶多两档就好，好，在确认转折的时候果断出手，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当天进当天出。好，那当然，好，怎么去找到是这个今天应该先买还先卖，好，或是要先买或是先卖，怎么去选股，怎么掌握出手时机，好，我们在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当中都有在教会员。那我们就是用这套方法，你看到了，哎，不止今天赚啊，上个礼拜我们做易龙店，好，那一天是利多见报，报纸也是写上半年净利大赚8.3元，法人看好下半年还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利多见报，发现大户趁着利多拉高出货，转弱讯号出来，建议先卖后买。那天卖在182.5以上，最高有183，杀下去179.5以下，建议大家买回3块以上的价差，100万做7张，那天进账21000左右，哎，21000以上，开开心心入袋。好啊，前天我们做4维行，有吗？也是利多频传之下，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拉高反手出货，转弱讯号出现，短空先卖。好，那一天是建议大家54.6以上卖出，最高有54.9，杀下去53.5以下买回，低点还有来到53.3，你看至少又是1.1元的价差了，100万可以做20张，又是22000入袋了。好，那今天呢，金豪科甚至一口气赚个5块价差，7张一天就加薪个35000，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所说的嘛，对不对？是方法，这个是靠运气吗？不是，重点是方法。任何事都一样，成功之道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当你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把复杂的变简单，把简单变重复，把重复变得更好的时候，真的就有机会这样一档一档的赚下去了。那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持续在帮助投资朋友掌握赚钱机会。当然，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宪荣老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理念，采取盘中满手，当天进当天出，不盲目追高杀低，找到符合条件确认转折的个股，再果断出手，并且坚持不说谎不骗人，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有赚没赚都会诚实讲，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了的时候，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努力下去。好，接下来的盘势，好，继续来做一个回顾。还记得7月15号大盘那天涨到18034，突破了17709，再创新高，大家都在上看20000点的时候，宪荣老师有没有提醒？再三叮咛，新手看价，老手看量。当大家看到指数在创新高，价在创新高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量已经缩到4500亿，量的趋势在转弱，所以我都叮咛过大家，小心，这个很容易会有回马枪准备要出现了。那后来果然，一波的一个急杀，好，跌了1100点，杀到16893。当然，靠着台积电守稳570之后呢，又弹回，站到了17500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那反弹我觉得有机会碰到月线这个地方，但是好，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注意融资余额还是居高不下，筹码并没有清洗干净哦。投信还是卖多买少的，波段大户都去放暑假了，外资在那边短进短出啦。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好，这个盘是筹码价量没有支撑盘势，这样能够一鼓作气 V 型反转直接突破的机会。好，我认为这个17709左边这个高点都站不上去了。好，那很有可能碰到月线又要再下来了。
所以讲完后来大盘最高来到多少16623，稍微碰到月线、哦、接下来又连跌四天，今天盘中还大跌200多点，一度跌破季线、哦、你看到都符合宪龙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哦、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到我都是先讲在前面的，包括航运股这一波的下杀，还记得这是我在六月底提醒大家，已经一堆大股东在申报转让航运股，亿航啦、阳明啦、正德啦，有没有？这个一堆的大股东都在申报转让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就算现在看起来景气很好，但是大股东在申报转让已经告诉你股价高档到了。好，那再来呢？好，包括很多人说那钢铁会接棒、啊、我也提醒过大家，铁矿砂的报价七月下旬之后急转直下，而且跌幅超过了20%，结构都有转空的疑虑。那很多人说电子股会接棒，可是看电子股，你看记忆体的价格有没有最近是持续疲软，跌多涨少啊？好，这个我都是先讲在前面的。那接下来的行情呢，好，特别注意，那今天杀下去最低跌到17090之后，当然这地方还是先注意整个筹码面，目前融资余额发现还是一样居高不下，没有大幅度减少，换句话说有点这种散户卡巴起啊，招北叮当、哦、散户没有跑掉的一个现象。那散户没有跑掉，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量持续在退潮？哇，成交量缩到动不动这个每天都只有3000多亿呢，相较于之前5000-6000亿的大量，很明显散户没有跑，那谁跑了？我说的嘛，大户去放暑假了。那大户为什么放暑假？因为航运股已经不能再玩了啊，电子股呢又接棒无力，好，没有好的一个这个啊能够去接棒的一个股票，就造成了现在指数看起来没有跌很多，原因是台积电撑住了指数，台积电守住570，指数高档震荡，那可是股价呢，好，却在这地方航运股退潮之后，电子股接棒无力之下，变成轮番下跌啊。就造成你看到每天股票好像都有在涨，哇，一下子又拉航运股反弹，一下子、又拉原物料啊，一下子又拉 IC 设计，结果投资朋友你会发现这种盘势就像我说的，指数在那里高档震荡，投资人四处追高想买股票拼个波段的时候，到最后都是摸天转金条，一追又套牢啊，看看指数才跌个几天而已，没跌多少啊，你是不是手上一堆股票又套牢在那里了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强调，在这个阶段当然赚钱机会我们要把握，但是真正能够去帮你把获利放进口袋的操作策略跟赚钱方法，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讲求的是盘中满手，重点赚了就走，好，有赚没赚我们盘后一定保持空手，这样是不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了？盘中满手，盘后空手，好，不用担心哎呀抱在那里股票越套越深越赔越多最后变长期套牢，我们不会，也不用担心放空哇融券大增会不会被主力锁定拉上去最后强制回补，我们也不会，我们就这样盘中满手赚了就走，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操作策略。当然对很多投资人来讲，可能想当冲没有时间看盘，可能到最后当冲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只是凭运气，好，有时候运气好赚个几百块一两千，有时候一看错凹在那里几万块几十万在赔，因小失大怎么办呢？方法错了，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由我宪龙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再强调一次，我们的当冲不是盲目追高杀低，不是出手只想赚个几百块一两千，而是仔细观察盘势，决定多空之后，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确认转折时来果断出手，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当天进当天出。有攻击机会，像之前不锈钢原料镍在涨的时候，然后大成钢洗完盘再度进货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做短多先买啊，那一天买在54.6以下。有没有一波拉高上去，好，顺利的这地方人家在追价的时候，我们已经通知大家5.6以上可以卖出，好，至少一块以上的价差，因为最高还有到5.6-6.2，好，100万做20张，一天就加薪个20000以上啦。有攻击机会我们做短多啊，整理盘最近大盘量缩整理，我们就做短空，
好，翼龙电有没有先卖后买，三块价差，七张两万亿以上。四维行利多频传，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好，这地方出现54.7以上卖出，53.5以下买回，一块亿以上价差，20这张又是两万多了。啊，今天金豪科甚至一口气5块钱以上价差，7张35000以上，一天帮很多人加薪，可能别人辛苦打工一个月，兼差一个月赚的钱，我们一天就帮很多会员朋友赚起来了。好，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重点，我们不坚持不说谎不骗人，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好，只求认同宪荣老师理念。如果你认同宪荣老师这样盘中满手赚了就走，看准目标再来精准出击，而且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趁着这现在，跟着我们一起采取当冲，多创造一份收入，多加一份薪水，来提升生活品质，实现人生梦想。不要犹豫不决，就从现在开始。好，广告休息时间就来跟我们做联络，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定达控股极品操盘团队，由康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参与热线02-2781-0909，2781-0909。运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81-0909，2781-0909，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韵达投顾后康弄底家啦！即日起升装韵达投顾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还有产业最新讯息。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 或电02-2781-0909，2781-0909。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股市如战场，也再三叮咛大家，不要永远一成不变，之后股票只想要买买买买个不停啊，对不对？你要因应不同的趋势，不同的一个大盘的位置，定不同的操作策略。而当现在大盘指数在17000多点的历史高档，在这边来回震荡，那问题出在上也上不去，对不对？靠着台积电在这里撑指数的时候呢，很多股票却都是在轮番下跌啊。投资人你还在那边买买买买个不停，想要买股票爆波段，到处在追高的结果，你会发现最后都是摸天转金条，一追又套牢。所以怎么办？我们当然要掌握赚钱机会，但是要真正能够稳稳将获利放进口袋，这里最好的操作策略，也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发挥盘中满手，赚了就走。好，有赚没赚，盘后一定空手。你看到，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那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内容是这样：每天早上我会提供最多2档当冲股。好，我讲最多就是，这个有可能像昨天，我觉得盘势没有好的股标的操作，我们就休兵啊。平常像今天也只有1档。那最多只有2档，不会更多了。好，那会清楚的告诉你要先买还是先卖，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而且预设好停损，预设获利目标。好，所以你跟着我操作，不是说报一档股票给你，叫你自己去试价追高啊，卡丘卡板那都要帮别人抬价，不是，我们价格都定得很清楚，也请大家不要用试价追高杀低。好，没时间看盘，老师会帮你看，到了价简讯通知你。没到价当然需要修正，当天带你进一定就当天带你出，就是这样的原则。好，你看到昨天这个前天我们锁定四维行短空先卖，那建议大家54.6以上先做卖出。
啊，那就9:32发出指令，你就挂在那里啊。最高后来来到9:54，所以一定卖到嘛，对不对？卖完之后杀下去，好，这地方10:35通知大家，53.5以下可以买回啦啊。低点还有来到53.3，所以也顺利补到，至少就是1.1块以上的价差啦，20张22,000以上入袋了。啊，翼龙电也是一样，182.5以上先做卖出，杀下去啊翻黑了，179.5以下通知大家买回，7张又是20,000多啦，又赚起来啦。甚至像今天金豪科167以上先做卖出啊，杀下去这地方啊，这个162以下买回，当然有人补得更漂亮，也恭喜你。那我们至少就是稳稳的5块以上的价差，开开心心放进口袋，7张一天加薪个35,000，你看到不是不可能的梦想。就是这样利用当冲来多创造一份收入，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来实现你人生很多梦想。不要犹豫不决了，就从现在开始。认同宪荣老师理念，认同宪荣老师这样坚持不说谎不骗人，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认同宪荣老师每天盘中买手盘后空手的操作方式的，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的时候指名加入，由我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好，现在加入还是有不错的优惠提供给您，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